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。今天咱们依旧是来玩奇妙测试。我把这名忍者的手臂换成了气球人的手臂，然后他的技能打满了相扑的技能。这个相扑技能是什么样呢？有点类似于践踏的效果，威力非常巨大，就像放了一个屁一样。只有打满技能才有这样的一个威力。现在咱们增加一些人数去炸对面的小推车军团。手还连着他们的小推车，抓住了敌人的脚，非常有趣。这比炸弹爽。接下来我们让三巨人也来体验一下这个效果。这全部粘上去了，冰霜巨人瞬间就挂掉了，全部粘在了冰霜巨人的身上，下不来了，还在不停的炸。哎，又一个是连在了这个树巨人的脚上。哎呀，太有趣了，崩啊，对，崩啊，不停的崩。这手好松开了呀，冰霜巨人已经挂了。对，下一个目标。哇，好好玩啊。最后就是巨人武士，巨人武士好不经打呀，一下就挂了。既然这么有趣，咱们和超级农民也来玩一下。超级农民一下就被固定住了，动都动不了啊，然后就不停地崩他呗。消灭超级农民只是时间问题啊。这是在揪他的头发吗？哈哈哈，揪住超级农民的头发，让他无法动弹。超级农民又经历了一场耻辱的战斗啊，完全无法动弹。最后咱们和弱化版的黑暗农民来玩一下，直接是扎进去了，一阵爆炸没用。哎，咱们手上的不干胶非常的黏，死死的拽住黑暗农民，不停的爆炸。没事，我们源源不断的进来，咱们用屁崩他。来看一下黑暗农民掉了多少血啊？掉了挺多了，一半血没了。这还有一个死死的拽住他。没了，清理干净了。好了，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